子真的很，you know， 是贴心，但是 you know， 不要跟大家讲。你不是说你常年穿高跟鞋，然后那个拇指外翻吗？所以这就是你要的。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拿出来讲？这不就是你要的吗？I don't know， 这种东西这种很难讲吧？对呀、啊，他都把我的拇指外翻讲出来了，我觉得他就是要拆我的台。这个男人就是有拇指外翻癖哦，对呀、啊，就特别喜欢这一种外翻，他还没感觉。印象最深刻就是大家的卡片呐、啊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人，所以我看到。除了卡片之外，你另外最喜欢的是什么？钱呢、啊？嗯，谁不喜欢钱？最喜欢的是什么？那个帽梯不好吗？那个袜子真的很，you know， 是贴心，但是 you know， 不要跟大家讲。你不是说你常年穿高跟鞋，然后那个拇指外翻吗？所以这就是你要的。你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拿出来讲？这不就是你要的吗？我要跟你讲秘密耶，你是个叛徒。精心去思考过他真正需要的，对不对？像那个帽T，对不对？一般人买来就哎拿去穿，像我自己还要先穿三天，对不对？OK， 谢谢。I don't know， 这种东西这种很难讲吧？对呀、啊，他都把我的拇指外翻讲出来了，我觉得他就是要拆我的台。很多男人就是有拇指外翻癖哦，对呀、啊，就特别喜欢这一种外翻，他还没感觉。好，所以病友会找第二春。其实第二春这种事情随缘，而且谁规定女生一定要找什么第二春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自己生活很开心啊，自在快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男人又不可靠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也好啦，像你就很好啊，你不要这样讲你自己。对，但是说不用勉强说为了找一个男人而找一个男人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老大头。对对对，每个礼拜来录影啊，就很开心，很充实。时间也都排你。好了，你不用再帮我讲了，意思 OK？ 我自己会讲，你不要留我自己人。我想跟你住在一起。对。因为我怕你讲错话，所以一直要帮你。我不会，你不用，我不会 ，Don't worry， 我会告诉你，Don't worry，It's okay， 谢谢，很忙。